其实这次潇洒小姐呢，是像我们预购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潇洒的小姐，一个是小姐的潇洒。潇洒小姐其实就是呢，很多可能比较中性西装料质的东西，那小姐呢就会有一些头巾啊，然后或者是说图腾类的东西啊，毛毛靴啊。除了这两个之外呢，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荧光的元素了。对，这次看到那个 MV 当中，那个 image 非常的强烈，就是那个激光造型。对，要跟我们讲一下，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荧光到底要怎么搭。不用全身荧光，因为全身荧光穿出去，人家会有人家哎收垃圾。喜欢吗？这样。皮裤等于就是当做一种比较中性潇洒的感觉，但配上很女生的这个紧身裙，然后是同一个图腾式的系列的感觉，配一个外套披在上面，小外套。然后这个衣服扎一点点不规则的拉出来，就有点小公主，可是又有点潇洒的气氛。我拉到你头发，告诉我。这是这种今年流行的头饰、头巾，可是它里面也用铁丝，所以你可以箍在你的头的、这个、头围，然后再配上这个就是这个比较西装式的连身的裤装，比较裤装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感觉就是会比较率性，可是有一点小调皮的感觉。潇洒，等一下可以试试看。那它的车线因为是用比较荧光色系的线去车，所以穿起来就是会比较有一点点性格，在性感里面。希望今天介绍的大家呢都要学起来，以后呢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美丽的潇洒小姐，对，到处放电的潇洒小姐。